可能是的。这个我看过。你就当年本来都回家了，整个还没出来。就是会接受的。对。OK。所以大家都这样吗？有人就是彼此不同吗？彼此不同的举手。就这群很 peace 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其实我的听我的音乐的一些朋友，其实他们真的是蛮成熟的。这个也是我自己其实慢慢的后面的发现。因为我不是偶像歌手，所以其实他们的品味也好，我们打高了。他们点你了，我们是把他的点子分享加菲，加菲，加菲 ，BB， 什么呀？小雀嘞 ，BB， 肥猫。